行车的本源，神根。龙墟界域的大地深处，偶尔会孕育出一些神秘的、具有灵性的东西，这便是神根。神根在地底孕育数万年，吸收了足够的天地精华，便会聚集起一个，升上天空，形成神识。抓到你了！聂离公子好像拿了什么东西。浪费大家时间了，咱们走吧。赖我性命，毁我神池！你离烈行云，我和你们没完！你们没完！看来这里的天道之力让神根得到了极大的滋养，这么快就凝聚成了小山。新的神池里已经开始生产灵石了，比原来的产量要高。万里河山途中简直就是孕育神池的完美环境。妖魔，招人啦！妖魔，每个月提供20灵石，还有各种津贴。地灵根以上的每个月30灵石，天灵根的更有40灵石。现在签订盟约，直接给30灵石补助。啊，每个月20灵石，新人就给这么多吗？是其他势力的几倍啊！我签了，我要加入。我也要签。一根神根感觉还不够，得多制造几个神池，有更多的灵石才能供应起更大的势力。前世得到的教训，只靠我自己单打独斗是没法对付圣地的，必须建立起能与圣地抗衡的势力。圣地掌控了包括龙墟界域在内的无尽时空，是圣魔祖地的真正主宰。前世唯一能够对抗圣地的只有天神祖地，而天神祖地的圣女却突然失踪，整个天神祖地也化为一道金色火焰燃烧殆尽。必须建立起足以对抗圣地的力量，第一步就是要团结四分五裂的雨神宗，先成为雨神宗的宗主。妖盟正式成立了，接下来聂离三人便将新建的妖盟整顿了一番，传授功法，挑选骨干，整个妖盟也陷入了紧张的训练之中。李行云也经常过来交流带领手下的经验。还未登陆大世界，妖盟便已经在天灵院搅动风云，吸引了各方关注。喂，聂离，阴盟的人放话了，如果我们的人敢进入大世界，他们就会开始猎杀咱们。小问题，想进去大世界站稳脚跟，必然要经过一番搏杀。我们先在李行云的帮助下进行扩张，我和他打过招呼了，让他派人带你们进入大世界。那你呢？嘿嘿，我要去做一件事。卖家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不过你跟他们买那些快要枯竭的神池干嘛？我自有妙用，还望李兄为我保密。放心吧。灵玉神池虽已接近枯竭，但它在万里河山途中一个月产生了3000块灵石，甚至还有3块灵石精华。有了万里河山图，这些老迈神池的价值可就远不止于此了。既然是行云老大的朋友，我便有话直说了。这火雨神池实在是没什么前途，一年最多也就只能产出2000多灵石而已。但我们70多个兄弟守着它，也就混口饭吃。你要是真想要，5000灵石卖给你好了。藤泽，聂离是我兄弟，3500灵石，不二价。那行吧。行云兄，稍等我一会儿。
聂离兄，这是？这是神根，神池没有了它就会崩塌，这件事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放心吧，咱们还得买几座神池。聂离兄财力雄厚啊，前几天我在大世界深处发现了一个无主的中等神池，那个神池有着很多天转境的龙血妖兽，甚至还有一只龙道境的，要攻打的话我还得去联合其他势力。那我们两天后出发。行，那我去调集人手，先去我的神池吧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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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跟我走。就在这修炼吧。神根在万里河山途中聚集神池后，途中似乎总有着丝丝力量涌出。好热，凌荒海仿佛要炸了。三命鬼，还是个黄色的命官。来者何人？我是龙语音，来找聂离。找聂离公子？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？我是他的弟子。哦，聂离公子正在修炼当中，你就在附近等聂离公子修炼完毕吧。嗯。聂离在武道上的理解绝对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，现在只有他才可以引领我走向武道巅峰。圣血翼龙成长得太迅速了，要不是藤蔓锁着他都要挣脱了。同样是神级成长性五命境界，圣血翼蛟比另外两只要强上数倍不止，这就是龙族血统的威力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拜你为师，请收我为徒。这怎么回规矩？你是师父的师妹，却来拜我为师？等等，这不是问题，武道一徒达者为师，请你收我为徒。不行，我要让我的师叔喊我师父吗？我是认真的。那行吧。那师父，你可以把那个剑字写出来给我看看吗？我就知道你在纠结这个，你并不适合修炼剑意，我写个别的字给你吧。可我还是想要试一试，顾背可以，凭什么我不行？武道千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，拿自己的短板跟别人的长处比，这是很愚蠢的行为。是。武宗其实并不是武道的极致，寰宇之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，圣帝，他掌控着包括龙虚界域在内的三个大世界，凡是令他感到威胁的人皆会受到他的追杀。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演算天机，就是为了与他对抗。与神宗的无相祖师、悬空祖师，乃至你的师父巫羽尊者，他们都是掌握了天眼之术的人。天眼之术演化到极致之前必须得死。原来师父并不是音乐如害死的，反倒是音乐如随时可能会死。他不会死，因为我会把圣地打败。你愿不愿意帮我？不管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听你的。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力量，首先我要你先成为龙印世家的家主，在此之前你还需要以自己的名义在大世界建立势力，我会全力帮助你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星云兄不要乱想，他是找我拜师的。好吧。龙语音他已经决定竞争龙印世家的家主之位，之后他建立了自己的势力，还请多多关照啊。放心吧，我会鼎力相助的。师父说龙语音是我踏上与神宗宗主之位极为重要的一环，如果能够统一龙印世家的力量，将会是我争夺宗主之位的巨大助力。怎么样，
这次带了500个弟兄，其中天转竟有16人，天心竟36人，这一次必须拿下那个神根。行兄，帮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这一次的行动如果成功了，每人可以得到200灵石。200？如果不幸有兄弟牺牲，天命境界的可以得到100灵石补助，天心境界的200，天转境界的500，这些灵石都由我来补助。聂离兄现在可是大财主啊。聂离兄真是太客气了，那我就替手下的兄弟们谢谢了。成功了还有灵石呢，太好了，快出发吧。走。探明他们的意图了吗？我用极音术听到他们似乎在大世界深处发现了一个中等神池，应该正准备去攻打。中等神池，有着很多龙血妖兽在看管，可没那么容易打下来。那就等他们打到一半，我们再出手把神池抢了，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可是李星云势力不小，抢他神池会不会引来报复？那时我们都有中等神池了，还怕他？崭新的神池里面肯定积攒了大量的灵石，到那时李星云还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好歹老子也在故事第一继承人的位置上坐了这么久，又岂会惧怕于他？聂离、顾贝必须得死，跟上他们。老大，我们被跟踪了。什么人？不清楚，大概有600-700人的样子。我察觉到他们之后就立即上来跟您汇报，不敢打草惊蛇。聂离兄，来者不善的，恐怕那个中等神池的消息已经泄露了，怎么办？不必着急，反正我们也不是去攻打神池的，对方肯定是觉得我们会跟守护神池的妖兽拼得你死我活，好捡便宜，只要我们有了提防，他们不可能得逞。确实，对方绝对想不到我们要干嘛。我倒是有个想法。大伙小心点，不要被大世界里的妖兽发现了。看，有好多雷火异兽，小心点，这种妖兽非常暴躁，领地意识极强，有任何其他生物靠近都会被攻击。那一条已经达到了龙道境，还有30多条天转境的。龙道境界是个麻烦的家伙呀，咱们照计划行事，你派几个天转境的从西面把他们引出来，千万不要恋战。你再带一批人把我从东面送进去，包在我身上。走。中等神池我还没有拥有过呢，等他们打到白热化咱们就出手全部拿下。不会吧，难道我搞错了？他们不是来攻打神池的，他们只是来偷灵石的，都让他得手我不就白来了？不行，我们得跟上去，在他们准备撤退之前必须截住他们。够近了，开始吧。第二队上，那只龙道境的还挺聪明，完全没有上当。那只异兽不走，我们很难潜入的。没关系，只需要一个时机，这才刚开始。爆裂铭文，他们什么时候？他被骗下来了，上！剩下的异兽还真不少，兄弟们，上！聂离兄，我们拖住异兽，你快下去！好。躲开了，圣血一浇，融合。
圣血一浇的肉身，防御力果然非常惊人，直接一路冲下去。不好，是三只天星级的。其他的交给我，只管冲，逆鳞。成功了，兄弟们坚持住，守住神池，上！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大家一起挡住他！杀呀！天星级的兄弟都被秒杀了，明道境的妖兽竟然恐怖如斯，绝对不能让他靠近神池。冲上去了，一起上，拦住他！赤血金蛟，融合！你的对手是我。道境的王者雷魂一声锁定，我竟然动弹不得。星云老大，小心！不！可恶！哎呀！不好，我们的意图被他看穿了，聂力，聂力小心！李星云他们看来被揍得很惨啊，这只雷火异蛇王实力太强了，咱们还是也不要轻易去招惹他们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他去哪儿？星云兄，别管我，给兄弟们快跑！神池塌了，虽然拿到了神根，可是空间戒指不能和命魂一起回去。如果聂力被杀，神根就没了。可恶，就算去帮忙也只是白送死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撤！很好，大家都安全了，神根已经放进万里河山图了，和我的命魂绑定了，死了也没关系。可惜了我的修为，费了这么大劲，才从二命修炼到三命。哦，这不是顾恒少爷吗？好巧啊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人真不少呢。你这家伙想干嘛？聂离，你这混蛋，所有人给我撤，快撤！我的妈呀，救命啊！快跑！龙道境的灵魂异蛇，我们完全无法与之对抗的。你别再跟着我了，听到没？快离我远点！顾公子，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后面这个大家伙穷追不舍，我也不知道往哪跑啊。所有人，给我拦住他，先把他干掉。是，锁定他。被天星级的锁住了，这下跑不掉了。
看来到此为止了。还好，一切都在计划中。他死了？幸好我技高一筹。太好了，终于干到聂离了。连火翼神应该会。快来人，全都来护送我离开。保护少爷。聂离，我跟你没完。终于复活了。复活之后修为变成二命了，而且很长段时间我的命魂都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，无法将命魂再寄放于魂帝。不过我的命魂好像有点奇怪，照理说我从三命掉到二命，命魂应当熄灭一道才对。聂离兄。邢云兄。哎，真是可惜了，没能保护你。那神根也遗失了吗？还在，你们不走还要损失更多。李行云、聂离，你们给我记着，这笔账我们没完。哎呀，这不是顾恒公子吗？你怎么也从魂殿里出来了？你们别太得意，以后最好给我小心一点。走。人真不少呢。咱们也走吧，先去你那里把兄弟们的零食结了。嗯。哦，这是哪个小美人大半夜还来找萧雨？龙语音师父，可以今天就帮我打通穴位吗？我听说你回来了，所以就赶过来了。有那么急吗？当然，我想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，打通穴位之后又是什么感觉。嗯，那去我的屋子吧。是。衣服脱了吧。啊？你不脱衣服我怎么给你施针啊？哦。我开始了。嗯，可能会很痛，不要乱动哦。没事，我是赤龙血脉的肉身，连兵器都很难让我感到疼痛。别动别动，这才第一针呢。我的血脉之中竟然隐藏着这样的力量。我已经用金针遍布了你的命门等重要的穴位，接下来你体内赤龙血脉的力量会慢慢的觉醒，然后冲击你的百脉，你就先在这里潜心修炼吧。施针的消耗也不小，有点累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你这神出鬼没的。嗯，怎么了，脸这么黑？你不会又去大世界被人干掉了吧？做这样的事情你对得起宁儿吗？做这样的事？什么事啊？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清楚。哦，龙语音吗？这都哪跟哪儿啊？
你听我解释。这小子误会我和龙语音的关系了。对不起宁儿。不对啊，如果是因为宁儿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吧。看他的样子，难道是对龙语音有意思？哎呀，看来已经觉醒完毕了，这气息至少五命境界，未来恐怕会修炼得更快。我进来了，龙语音。衣服烧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师父。怎么样，穴位都冲开了？嗯，都冲开了。那就好，你自己回去以后多巩固一下修为，之后肯定会突飞猛进的。你的修为那么强了，我都不适合再当你的师父了。不，既然我拜你为师，那么不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师父。开个玩笑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大晚上的别人看见还以为怎么回事呢。师父，我改天再来。嗯，这次就被萧雨误会了，要是以后又大晚上过来，指不定会误会成什么样了。龙语音，你大晚上的去哪里了？哼，不管我去哪里你都管不着，以后再敢跟踪我，绝饶不了你。龙语音，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贱人，居然敢大半夜去找野男人，简直不知羞耻。再说一遍。龙语音，我就是骂你怎么了？别忘了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不守妇道，我迟早杀了你的野男人。别以为有家族撑腰你就算个东西了，你这废物不配当我的未婚夫。这些神池已经初具规模，未来的灵石可是不用愁了。雨燕女神如今的修为估计超过作为火之灵神的她了吧。哼，这家伙在土里便是吃了睡睡了吃，长大了不少。我就在这修炼吧，现在不用联系灵石精华了，一千倍的效率，看看几块才能恢复三命。三块，太好了，再多来点。黑色的，越来越奇怪了，下一个会是什么颜色呢？下第一个神池了，这样在大世界就有落脚点了，可以继续招募更多的强者。哎，这个低级神池能吸引到高手吗？钱能吸引到高手，咱们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贝爷，贝爷，有一个叫古玉盟的势力说要投靠我们。古玉盟什么来历啊？是大世界的一个小势力，差不多60人吧。那我们收吗？当然收。别的势力是担心负担太重不愿意收人，我们不一样，聂离说了能收多少收多少，让他们来吧。把各位召集起来的目的想必各位都明白，成立不久的妖盟在短时间内竟然招收了3000多人，再不压制其发展，到时候天灵院里便没有我们的话语权了。顾北每个月都得支出10几万灵石，那再扩张那得消耗多少灵石，用不了多久
他们就会自己解散了吧。他们非但没有停止招人，还在大肆扩招，只要是二命以上他们全收。不可能吧。看到妖盟的待遇如此之高，你们的手下还肯像以前那样为你们卖命吗？慕容兄说的不错，妖盟在破坏规则，要是放任他们发展下去，到时候我们都得玩完。我已经得到了某人的支持，只要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，绝对可以碾压妖盟，趁现在把他彻底掐死在摇篮里。好。哎，哈！贝爷，我们被人伏击了，损失了100多个人。谁这么嚣张？这是伤药，快服下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一群天心强者，我们完全不是对手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天心强者，顾恒终于坐不住了，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我们先撤回天宁院。顾恒这家伙，我们招惹他了。顾贝堂弟，好久不见呢。顾恒堂兄啊，带这么多人来看我，不会就想打个招呼吧？我想和弟弟商量个事情。愿闻其详。第一，退出家主的争夺；第二，解散妖盟。我觉得解散妖盟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。那退出家主争夺呢？堂兄给我3天时间，容我考虑一下。3天，杀！好。他们人太多了，黑爷、杜爷，我来掩护你们，一起突围。想逃？休想伤害贝爷！小心！去死吧！不好，动不了了，身体仿佛要被压碎了。姐，自重的奥义是。原来如此。那是什么？真是多谢堂哥了，没有你这一下，我也不能意外领悟这剑祖意境。剑祖意境？有了这剑祖意境，哪怕你一直杀我，让我的修为留在天命，我的实力也总有一天会超过你。什么剑祖意境？想反抗我，你还差得远呢。贝爷，我们只剩200人了。我看你还能凝聚多少天道之力？刚刚的剑意你还使得出来吗？去死吧！啊！怎么回事？李行云，李行云，你想为妖盟出头？看清楚我们有多少人！天行盟非要插手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们也灭了。我李行云只尊奉一个信条，就是义气。妖盟之中有我的兄弟，谁要是和妖盟过不去，就是跟我天行盟过不去。既然你要把整个天行盟搭进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保护顾少，所有人跟紧我，一起冲！未来我会将你们彻底从大世界抹杀。你们损失如何？咱们妖盟所有据点的人都遭到了伏击，只有几百人成功撤退。真的十分抱歉，害得天行盟损失了这么多人。
大世界中兄弟有难，天行盟岂有龟缩的道理？况且顾恒被我们干掉的人更多。聂离兄，顾恒的血月盟纠集了这么多势力向你们宣战，如果你决定开战，我可以联络一些兄弟帮你们一起对付血月盟。目前还不用，不过我需要邪云兄帮个忙。聂离兄请说。见过地痞流氓打架吗？一打多的时候该怎么办？哇，那肯定是不顾一切抓住领头的往死里打呀。哦，哎，是啊，我们干嘛要对付其他那些势力啊？干血月盟，干孤恒就好了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，搞了血月盟，其他那些势力估计也要忌惮一二。聂离兄不是能收取神根吗？嗯，咱们去把血月盟所有的神池都搞了，让他们哭都没地方哭去。破他的财还不够，最好能收买他们内部的人，好盯紧顾恒的动态，有机会就干他，干到他不敢出门为止。聂离，你就继续养伤吧。嗯，我得赶紧巩固命环，恢复实力。寄托在魂殿之中的命环，相当于一个虚假的身体，一旦命环的主人身亡，新的肉身就会基于寄托命魂时的形态重塑，而重塑之后只能拥有之前八九成的实力，再加上命魂少了一条，正是有了这种能力，人族才得以在大世界之中扩张。在各大家族之中，只有在大世界中雄霸一方的角色才有资格争夺家主。如今妖盟被血月盟打压，若是顾贝不能迎头痛击，非但不会得到家族的帮助，甚至还会在大世界中失去位置。又有客人。学生见过尊者，请问尊者找我何事？天云神尊想要见你。啊，劳烦尊者带路。天元神尊，他身上的气息跟师父有几分相似，莫非神尊也学习了天眼之术？你就是烈离吧？烈离见过神尊大人。我想要收你为我的第39个弟子，你的师父明是我一位老友的弟子，我相信他不会拒绝的。能够拜天元神尊为师，对我成为宗主还是很有利的。师尊，这恐怕不妥。师尊收徒，修为至少都达到了天转境，聂离目前不过天命境而已。修为只是次要的，在道念的领悟上，聂离恐怕比很多天转境的还要强得多。承蒙天元神尊的垂青，就是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，若是成为天元神尊的弟子，我希望在天元神殿能来去自由。放肆！师尊愿意收你为徒，已经是莫大的恩赐，竟然还在此谈条件，成何体统？这位尊者，我敬重天元神尊，愿意成为他的弟子，征求的是天元神尊的意见。你在这里跳脚，似乎有点多余。你，聂离说的不错，收徒讲究你情我愿。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弟子，今后这天云神殿你可以来去自由。多谢神尊大人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各位先退下吧，我要在这里跟聂离好好的讨论一下道念。是，师尊。那咱们开始吧。聂离所说的都能令我受益匪浅，如今的羽神宗内忧外患岌岌可危，以聂离的天赋将来会成为羽神宗的支柱也不是不可能。村者像是碰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
龙兄，哼，快来陪我喝酒。不知道吴彦兄是为了何事烦恼？哎，我跟随老头子修炼也有30年之久了，忠心耿耿，但他直到今日也没有传授我天云神诀最关键的口诀，总以时机不成熟来搪塞我。他也不想想，若不是当年我父亲救了他一命，他能有今天吗？哎，众多弟子中，吴彦兄是最受重视的一个，这天云神诀的传承者迟早都是你。哼，这老头刚又招了一个新弟子，叫什么聂离，看老头子对他的态度，简直是当块宝贝供着。聂离？嗯，龙兄也知道的。这聂离竟然拜了天云神尊为师，而且龙语音似乎听了聂离的教唆，准备争夺家主之位。此人很不简单，若是不及早对付，未来恐怕会成为你的心腹之患。说不定天云神尊受到蒙蔽，将天云神诀传授给他。依龙兄之见，应该怎么办？不如这样，得到天元神尊的青睐，距离宗主之位又进一步了。哎，你们回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我们偷袭了血月盟的2个据点，以60人的代价干掉了他们1000多人，够顾河难受的了。我们已经摸清了血月盟的情况，等你的命魂稳定，我们就找机会敲掉他们的神池，让他们揭不开锅。哎，聂离，我还得到一个消息。顾恒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亲信，一直在偷偷侵吞血月盟的灵石，这样一个重力的人，只要我们威逼利诱一下，肯定就把顾恒卖了。哎，要不要去接见他？当然，马上去接。听着，今天伺候好了，答应我赏每人一块灵石。何执事，里面有几位大人要见您。什么大人？敢扰老子的雅兴，我谁都不见。他们说要跟您做一笔10万灵石的大买卖。啊，这么大口气。嗯，这边请。你们是？好久不见呀，何执事。顾贝少爷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想让你帮我们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小事，就是从今天起，把顾恒的任何行踪都汇报给我们。啊，让我背叛顾恒少爷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听好了，我只说一遍，一次2000灵石。两。对了。你每月侵吞血月盟的灵石，要是顾恒知道了，这不就是直接威胁了吗？算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顾贝少爷，我有一个请求，不知顾贝少爷能否同意？哦，你说。顾恒少爷的2个亲信，我是其一，另外一个叫做柴月，此人跟我向来不和，我想要请顾贝少爷帮我把他给搞下来。柴月这人我知道，今天你回去之后，就散播一些柴月跟我们私下里接触的消息。把顾恒的位置提供我们，让我们偷袭他一次，咱们到时候再添把火，柴月保证地位不保。啊，顾贝少爷高明。写几封信件给我，这就是我们暗中通信的证据。如果合作的过程中你使诈的话，这些信件就会送到顾恒的手里。知道后果了吧？来，照我说的写。不错不错。这是奖励你的，以后帮我们办事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真的有2000多？嘿嘿，那我还跟着顾恒就赚个200-300灵石干什么？多谢顾贝少爷。聂离，你觉得这个人靠谱吗？这个人唯利是图，又有他的把柄，不怕他不听话。那个柴月是一个人才，我曾邀请他来我们天行盟，不过被拒绝了。既然如此，行云兄可以继续跟他接触。柴月被何贵陷害，迟早有一天在顾恒手下会待不下去，而背上叛徒之名的人物，除了知情者，可没有势力会愿意收留。知情者？知情者不就是咱们吗？是啊，所以要加大力度迫害，应该说是帮助他吧。这个宝器商行叫做天宝阁，是名山寨最大的宝器商行。
来一趟名山寨，咱们也不能空手回去啊。走，买。公子要多来啊。告辞了。哎，聂离，咱们都买了一套战甲和兵器，你怎么只买战甲？趁手的兵器我早就有了，现在咱们都有了整套六品宝器，出去探险有底气多了。好想出去炫耀一番。我竟然落选了，可恶！明明不久前我还在班上排第二的，这几个怪胎排在我前面就算了，这个旭宇是个什么东西？很开心大家都被东院录取了，这东院总共有600多学员，每个人都有排名。上一届新人的第一名是慕容羽，目前在东院排名132，上上届的第一天才则是李行云，排名78，更早一届的冠军是顾恒，已经去中院了。顾恒原来这么厉害，居然能把他干掉，真有你的聂离。也不算是我干的。能够进入中院的都是超级天才，将有与神宗最强的五位武宗级强者亲自教导，只有中院的天才未来才有资格成为各大世家的执掌者，才能竞争与神宗宗主。只有不断的挑战，进入东院前10，才有可能被中院选中。龙雨音，你什么时候？我一直跟着你们。嗨，龙雨音。哎，李行云才排名78，要进前十，这谈何容易啊！所以你更要努力修炼啊。哎，萧雨呢？不是也进了东院吗？应该已经在演武场了。今年录取的有几个相当不错呀，很受关注的顾贝和龙语音都在，还有聂离。这一届可是好几个天灵跟五品以上的，顾贝和龙语音更是融合了神级成长型龙血妖灵，进入中院也近在眼前了。按照东院的规矩，新进的学员都必须先挑战东院的师兄师姐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对手，每个人最多可以挑战5次，胜负直接影响排名。挑战没有限制，但是不能杀人。挑谁呢？都不认识呀。只能挑气息看起来不那么强的了。现在以武开始吧。你说说挑谁呢？切，死小鬼，我如今的修为可是6名境界，借你10个胆子试试。我要挑战他。慕容羽不是上届的第一吗？居然有人敢顶他。既然聂离师弟有这个想法，那我就指点一番吧。上次把你放了让我懊悔不已，今天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聂离不自量力啊。比武开始。聂离，在别人眼里你是天才，但在我慕容羽眼里你一文不值。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怎么尊敬师兄。废话说够了，动手吧。无知狂妄。又是这招，消失了。在这儿你太慢了。不躲，想和我同归于尽。破绽。挨上这一拳，聂离死定了。这感觉不对劲。云，不好！这场面不对啊！那小子挨了拳怎么没事？慕容羽的实力应该远胜对手啊！聂离这小子算不算作弊呀？刚才我们说了，不限任何手段，应该不算吧？臭小子，还是等不下全力，你欺人太甚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六品宝器岂是你能撼动？可恶，岂有此理！居然是圣血龙鹰，还是卓越级成长型的。这是你逼我的，接下来我要彻底的弄死你。
看清慕容羽的全部实力了。哇，气势不分高低，聂离仅凭一把武器就能和圣血龙鹰对抗吗？这起码七品宝器吧。虽说宝器也算是个人实力的一部分，但是以往东岳学院的宝器也都比西院强得多，聂离这个情况从来没有过，光凭一把宝器就想打赢我，不可能。啊，聂离再不躲开那就死定了。啊，打中了。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看招。还行吧，慕容师兄，该不会被电麻了吧？那都体验不到我闪电的厉害。我杀了你！什么情况啊？怎么都是慕容羽在惨叫？这聂离穿着一整套六品战甲，慕容羽完全奈何不了他。可怜不明真相的慕容羽还在尝试攻击聂离，毕竟六品套装还是非常罕见的。聂离甚至还在控制力道，不停地折磨慕容羽，这是在报鬼墟之地的仇啊。哼，真有你的。没想到北岩兄也对这些个新人感兴趣。我只是想来看看连你都这么在意的是个多么了不得的天才。现在看来那个少年还是蛮有意思的。他只是凭借着一身宝器才能战胜慕容羽，也能令北岩兄刮目。来自小世界没有任何背景，却能在进入东院之前拥有一套六品战甲套装，甚至被天云神尊收为弟子，这难道不算能耐吗？听说他和顾贝一起组建了势力，短短几个月间已经几千人，看来大世界中未来会更热闹了。有新人崛起，这司徒北岩不该警惕吗？虽然当今能与我争夺宗主之位的只有司徒北岩和李玉峰二人，但是刚成为顾氏第一继承人的顾贝、天心盟的李行云还有龙羽音也都不能小看，这三人都与聂离走得很近。结束了吗？都打了半个时辰了。是谁赢了？哎呀，还好我准备的外套多啊，以后还是得注意点，衣服也得保护好，不然很容易。啊，慕容羽输了，衣服都打没了。啊，聂离这小子。你在鬼墟之地抢我魂灵，今天我在比武台上找回场子。咱们扯平了。看来得重新定规矩了呀，不然聂离马上就要东院第一了。现在就得改。两位长老，天云神尊有令。天云神尊。请放心，我们会安排的。这一次比武要重新制定一下规则，所有人不得再使用三品以上宝器。被发现了。改规则？也就是说刚才聂离获胜靠的是宝器？怪不得，我就说聂离怎么可能比慕容羽强呢。原来是这家伙。这才一场就不让用宝器了。
我还想着也去虐一虐东院的人呢。哎呀，按理说，聂离击败了慕容羽，就要取代慕容羽的排名。但是，我和黄羽长老商量了一下之后，觉得有失偏颇。啊，我？我们决定给聂离另外一种考核方式。聂离只有通过考核，才有资格取代慕容羽的位置。聂离的对手将由我们选择。同样的，不能使用三品以上宝器。不对，有人想针对聂离。哎，聂离，要不放弃吧？无厌尊者。不妥，这比试看似无关紧要，但很多羽神宗的高层都在关注。我现在退去，岂不是承认自己只能依靠宝器？不知道二位长老准备给我安排几个对手？就两个对手。明白了。看来对那两个人的实力很有信心。哎，竟然是叶崇，他的排名还要在慕容羽之上，直接派来这样的高手，聂离完蛋了。你好，请多指教。叶崇，别浪费时间，不必留手，杀了他。什么叫聂离？无言尊者的命令我没法违背，得罪了。这么重的杀气，看来是无厌尊者想要我的命了。我命魂未稳，尚未寄托到魂殿，这可不太妙。寒冰龙兽是卓越成长性的龙血妖兽，只是测试，需要派这么强的对手吗？偷袭！聂离居然能同时使用两种妖灵，闻所未闻呢？难道他体质异于常人？就要滑溜。不堪一击。幸好我护住了要害，这样下去不行。对不住了，聂离，我的妻儿都在无厌尊者手里，我绝对不能违逆他。叶崇想杀聂离，叶崇，住手！神级成长性的，我想我们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放一放。你应该也能看出聂离的潜力，一旦他成长起来，必定会威胁到你宗主继承人的位置。
我与你竞争可不是为了私欲，而是想看看我们谁更适合这宗主之位。聂离说不定能够成为那位祖师一样的人物，带领我们与神宗走向辉煌。没想到司徒北岩是如此大公无私之人。哼，你不信也罢。新学员才刚进东院就打败了慕容羽和叶崇。我输了。太好了，我可是凭实力输给他的，无言尊者肯定不能怪罪于我。之前的伤好像有点重，天道之力也透支了。这场比试聂离赢了，既然他能够在不使用宝器的情况下击败叶崇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先下去休息吧。不错，对聂离的考验就到此结束吧。等等，叶崇自作主张，比武的时候下手过重，给我把他关起来，交于羽神宗执法堂处置。是，尊者。叶崇毕竟没有伤到聂离，这样是否不太合适？幸亏没有，若是伤到，那才是真的罪不可恕。无厌尊者的手段也太狠辣了。既然聂离尚有余力，第二场测试继续。尊者，这个无厌尊者怎么回事啊？一个叶虫还不够吗？非得把聂离打死是吧？无厌尊者，按照以往的规矩，新进的弟子对手都是自己选择，像今天这样强行安排对手还是第一次，而且一上来就安排叶虫这样级别的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哼，无知小辈，我跟二位长老说话，这里岂有你插嘴的份？无厌尊者是准备以势压人吗？作为东院的学员，目无尊者，还说我以势压人？难怪叶崇行为这么奇怪，原来都是无厌尊者安排。刚刚聂离要是死了，他就得逞了。看到圣血一浇，这无厌尊者更加迫不及待要干掉我了。很好，万里河山图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输送天道之力，说不定可以冲击五命境界，也能多一分胜算。我作为聂离的师兄，想要了解一下他的实力也是人之常情。我已经帮聂离挑选好了对手，二位长老就不必多说。郭淮，你上去测试一下聂离的实力，记得要手下留情。是。郭淮，他可是九命，而且还是无厌尊者精心培养的嫡系，聂离绝对会把他杀掉的。尊者，这万万不可呀。住口。我的动机已经暴露，现在不杀聂离，未来再无机会。天云神诀我必须得到。我不打了，听见没？不打了，你赢了，投降了。尊者，既然学员拒绝比试，那这场就算了吧。这聂离比想象中还要难缠。非要打也可以，但我要穿宝器，我自己的宝器，我凭什么不能用啊？这什么破规矩？不让的话我就不玩了，大不了我也不进东院了，回西院去。这么明目张胆的针对聂离，那就不打了呀，服吗？我倒有点喜欢那小子的性格了，虽然他没什么背景，但你想要打压他恐怕没那么简单啊。真正的强者是不会耍这些小手段的。强者，他不过是天灵院的新生罢了，算什么强者？才天命境界就把你们这帮权贵搞得这么焦头烂额，我怎么觉得未来你们不一定玩得过他呀？连一场新人间的比试都如此畏惧，就凭你这胆小鬼也配做天云神尊的弟子？哼，胆小？我才刚到四命境界，你给我安排九命的对手，你敢和武宗打吗？再说天云神尊主动收我为徒，你管得着吗？要玩你们自己玩吧，反正东院的水平我已经见识过了，恕不奉陪。东院又岂容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大家听着，经过调查发现，聂离乃是妖神宗的奸细。
大家听着，经过调查发现，聂离乃是妖神宗的奸细，我才不得已需要将这个奸细彻底的清除出去。虽然我的行为确实过激了，但是我对雨神宗的忠诚天地可见。他在发什么疯啊？这么直接编了个理由，真不要脸。其实无厌尊者才是奸细，他发现聂离的天赋超绝，就想杀了聂离，为妖神宗除掉一个强大的对手。不错，我也可以作证。如果确有其事，为何不把聂离交由宗门审判，却要在这里使用小人手段？血口喷人，你们可有证据？那无厌尊者说聂离是奸细，又有何证据？我李行云可以以人格担保，聂离绝对不是奸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们怎么三大世家的子弟都在替他说话？一个来自小玲珑世界，却能让三大世家的嫡系传人如此为他说话，难道不是很蹊跷？这样就能认定奸细吗？几百年了，可有过妖神宗的奸细混入雨神宗？天元神尊信任我，收我为徒，无厌尊者该不会是因为争宠而嫉妒吧？哼，争宠？哈哈哈哈，就凭你这个连比武台都不敢上的胆小鬼。哼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龙道境敢去挑战武宗级强者，我就敢挑战他。天云，这个聂离你已经收为弟子了。不错。哎，动作真快啊，近百年来雨神宗难得见到这么卓绝的天才。宗主大人心动了，您安心教导您的孙儿司徒北岩不就可以了？哎呀，我这孙儿的天赋啊，勉强能突破到武宗境，掌控一方倒是够了，想要成为雨神宗的宗主，带领雨神宗复兴有点难呢。没想到宗主大人竟是如此看好聂离，不如让他转拜宗主门下吧。君子不夺人所好。百年之后，雨神宗就要交由这些后辈来掌控了，若是当中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天才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这个聂离再好好观察观察。对了，无厌尊者和聂离似乎有些矛盾，天云神尊不调解一下吗？后辈之间无谓的纷争，让他们去吧。我们回去吧。聂离、天云师尊，你尽全力跟郭槐较量一番，不必留守，也不用担心，我保你命魂不散。有几位大人想要看看你的实力。几位大人？想必就是与他在内的雨神宗五巨头了。是师尊，得到五巨头的认可可是成为宗主的必要条件，看来我必须要好好表现一番了。喂，我改主意了，我同意参加这第二场比试。师父你别冲动。还敢说没有奸细？哎，聂离，你没必要跟他打，他已经九命了，明显就是那无厌尊者派来搞你的。哼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这家伙又有什么坏主意？郭槐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别大意。是。以你的修为竟然能打到叶虫，不过到此为止了。不打打怎么知道？哼，狂妄的自信。气势对撞竟然都强到了这个程度，就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少本事。没有融合妖灵就已经强到了如此程度。竟然能跟上我的速度，但还是太弱了。这边啊，等的就是现在。
试探我的实力，就乱打给你看吧。正好我也没掌握圣血一交所有的力量。我已经将天道之力打入你的体内，感受你的力量。我对你的实力可是了如指掌，面对我，你没有胜算，安心去死吧。游月龙兽，郭淮真正的实力竟然这么强，聂离怎么放弃抵抗了？是被郭淮揍傻了吗？装神弄鬼，如月一击，可恶！什么？聂离的圣血一交，竟然是异变级的！神级成长性的龙血妖灵本来就是千万分之一，能够异变的更是少之又少。光凭这个妖灵，无论聂离天赋如何，他都会成为雨神宗最重要的学员之一。难怪老头子会这么器重聂离，这种妖兽有钱也买不来吧？我的妖灵简直就是垃圾，神器、妖灵，命运真是不公啊！传话下去，今后聂离将是雨神宗重点保护的对象。天云神尊，聂离的教导就交给你了。好的。我就知道聂离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。没想到他还有隐藏的能力，难怪无厌尊者一定要除掉他。成尊者的任务，风来！啊，这是风刃。我知道，幽月龙兽是一种生活在风雪中的龙兽，他们从出生就能掌握风的力量，凝聚的风刃甚至可以斩碎同级的宝器。去死吧！聂离和郭淮可是差了五个境界，他竟然可以和对方对轰这么久。郭淮，你还要玩到什么时候？没有玩，这小子灵活的要死，我的风刃基本都被他躲了，余下的也会被他的龙炎瓦解，只能用绝招了。他要使用风炮，风压让我难以行动。好快，又来了。聂离，哼，也想有机会恢复。拥有异变的神级成长性圣血一交又如何？还不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你的肉身再强，也抵挡不住我风炮的威力的。聂离，所有与你有关的人，所有与你有关的物，将永世不得超生。子渊，还有大家的灵魂，圣剑，不，不行，不，不行。聂离终于输了。四命境界和九命能对抗到现在，真了不起！哼。
聂离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我对这小子越来越有兴趣了。聂离说不定真的能够成为雨神中心的支柱。国槐也力竭了，咱们趁现在去救聂离。好，行吧。你干什么？快让开！国槐等一下肯定会下杀手的。李行云，你怎么回事？聂离，不容易重生归来，得到了第二次机会，我怎么可以就此止步？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我去拯救。接了，我的天罡之力已经耗尽了，绝对不能让他掌握五名境界的力量。死吧！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快？他的气息已经掌握五名境界了。哇，聂离的背上可全是刺啊！聂离居然一瞬间就逆转获胜了，新晋学员直接排进前200啊，简直空前绝后！竟然赢了，我还有两个新战绩没用呢，还是保留底牌为好。二位长老，已经比斗了两场，测试可以结束了吧？聂离确实战胜了两位师兄，今天对他的测试就到这里了，不知。无厌尊者什么意见？这一次恐怕师尊也关注到了，之后再想暗算聂离也没机会了，只能作罢了。那就这样吧。哇！耶！命魂终于稳定，明天就可以将命魂寄托在魂殿，可以放心去大世界了。天道神诀第一篇开头的几句法诀也已经修炼完毕，进去继续修炼吧。这个感觉是危险，就在门外。谁？感觉不到一丁点气息，来人的实力远远超过我，莫非是无厌尊者派来的刺客？雨神宗的门规是明令禁止在天灵院杀人的，无厌尊者就算做得再严密，五巨头都能查出来。即使这样也要杀我，未免也太不计后果了。来了。雷电还没落下就被打散了，影妖！
竟然把妖灵融合打断了。不好，在这人手下我毫无还手之力，甚至连他的位置都感知不到。对方的实力至少达到了龙道巅峰境，甚至更高。怎么对付这种级别的敌人？这动作好快。灵魂海，手脚都被某种力量锁住了。既然是力量的话，就用它试试看吧。修炼的时候吸我这么多天道之力，该帮帮我了。把它也吸收掉。成功了！天月神雷剑，是反击的时候了。可恶，又被抓住了。那我只能故技重施了，吸收它。连藤蔓都被封住了，到底是谁？现身了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感应不到他的气息。好香啊，倒是能闻到他的气息。是个女人。好强的杀气。哼，有人让我来取你的性命。不过这样杀掉你真是太可惜了，真是浪费了这一副好皮囊。所以我打算跟你好好的玩一玩，若是把老娘哄高兴了，说不定可以让你死得干脆一点。前辈，前辈，就算要杀我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。究竟是谁派前辈来的？我到底得罪了谁？哼，小子，你现在知道怕了？得罪了这么多人，想杀你的人可排着队呢。不过我也让你死个明白，是无厌尊者派我来的。接下来你是想死得轻松一点，还是死得痛苦一点？这位前辈，不要跟晚辈开这样的玩笑了。开玩笑？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？嗯，前辈，你肯定不是无厌尊者派来的。无厌尊者顶多龙道境三重，而前辈想必八重境界以上了。前辈动动手指就能把无厌尊者捏死，又怎么会听无厌尊者的使唤？哦，继续说，要是你还能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或许今天我可以饶了你。这要我怎么猜啊？不过按他的能力，在雨神宗里肯定也算得上一号人物了。会是谁呢？从刚才前辈展现出来的实力，我感觉我说的保守了。前辈或许不是龙道境，而是武宗。啊，有反应，难道猜中了？武宗级的话，很有可能是那个人。根据前辈的功法来看，应是龙印世家的，而龙印世家达到武宗级的强者，我想也不必猜了。你猜错了，我并没有达到武宗境，而是龙道九重。不过你小子能够猜到我是龙印世家的人，也算有几分能耐。哎，看来是我猜错了。龙印世家，龙道境九重，到底是谁啊？完全没有头绪。哼，你把我的女儿欺辱得这么惨，作为老娘，怎么能不过来帮她找回场子呢？龙印世家，龙道境九重，原来是龙语音的老妈。
哎，阿姨，你听我说。哼，罢了，这件事我已经知道全部的过程了，我也不准备杀你了。哦，哼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只废了你，你没有意见吧？等等，阿姨，你还是误会了，我并没有欺辱龙语音，而且他还拜我为师了。哼，哦，是吗？前辈不信，可以去问龙语音啊。我可是听我女儿把事情都说了。现在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，你娶了语音。不行啊，我跟龙语音现在已经是师徒了，那样岂不是乱了辈分？第二。我现在就把你给废了。你说我从哪里下刀好呢？等等，阿姨，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我已经有家室了，并不是我嫌弃雨衣，而是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哼，那我女儿必须做正事。你们都已经那样了，虽然你确实配不上他，只能让我的女儿将就一下。这哪样了？对了，龙语音不是已经有未婚夫了吗？我们怎么可能成亲呢？哦，那个婚约撕掉就好了。这是不道义的行为。道义，孩子，在这个世界，拳头才是道义。聂离，我就把话摆在这里了，你要是再这么推三阻四，就别怪老娘不客气。阿姨，我有一点不太明白。说。你们龙印世家家世显赫，龙语音更是家族继承人之一，而我不过是一个来自小玲珑世界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罢了。阿姨为什么非要龙语音下嫁于我呢？我看人还是很准的，你虽然来自小世界，但现在有了圣血一交，又拜在了天云神尊的门下，可谓前途无量，所以还是配得上我女儿的。到底要怎么说服她？听说龙语音废了胡勇两次，该不会是和她老娘学的吧？怎么，你还不愿意？哼，成亲之前还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，只要别太过分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我知道你小子野心不小，你想要夺宗主之位，光有天云神尊的支持是不够的，只要你娶了雨音，就可以再得到一位巨头的支持，到时候你的胜算就很大了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么我们龙应世家会不择手段阻止你上位。多一个敌人还是多一个助力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单以龙语音的能力，要和龙天明竞争胜算非常小，但和我成亲后，他们家族的资源肯定也会向我们倾斜。龙淑云的这些考量我也能理解。哼，我还要感谢你，之前不管我怎么劝说，龙语音他都不愿意站出来竞争家主之位，没想到跟了你之后居然愿意站出来了。什么叫跟了我呀？看得出来婴儿这丫头喜欢你，作为她老娘当然要帮她一把。聂离，你要是辜负了婴儿，别跟我说什么与神宗的规矩，老娘从来没有把规矩放在眼里。阿姨，这样好不好？毕竟我和龙语音都还太小，现在婚娶也不太合适，不如再等五年，如果那时候龙语音还中意我，那我就娶她。等五年也可以，你们先把婚约给定了，先把孩子生了。反正我现在也闲，正好可以给你们带孩子。
阿姨，婚娶大事总得先询问一下父母吧。我的父母都在小玲珑世界，要过五年入口才会打开。哼，还有这茬，我真是个天才。你小子是不是在敷衍我？等你们生了孩子，五年之后再进小玲珑世界跟你父母说一声就是了。啊，没有父母之命，我可不敢做这么不孝的事情。哼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小子就是不想娶我女儿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必须得请示我的父母，否则不管阿姨对我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屈服的。这小子。聂离，你是什么人？聂离，怎么样，姐姐把你伺候的可还舒服？谢谢姐姐，姐姐辛苦了。小雨也不可能救得了我，还是让他走吧。龌龊，之前是龙语音，现在又换了一个女人，真是恬不知耻。不错，算你小子识相。哦，真想不明白，这娘俩的性格怎么差这么多呢？不过刚才那个男的说之前是龙语音是什么意思？龙语音，哎呀，小雨这小子救不了我还帮倒忙。小子，你不会想要吃干抹净就不认账了吧？我的女儿是有点软弱，但你要是觉得我们娘俩好欺负，哼。阿姨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问龙语音自己为好吧，我可不想辱了龙语音姑娘的清白。哼，既然你要见我女儿，正好我也把我女儿带来了。母亲，你不要再逼她了，我跟聂离之间确实没什么，那天她只是用金针帮我把穴位冲开了而已。师父，我母亲她是跟你开玩笑的，还请你不要在意。哦，是开玩笑吗？太好了。如此百般推诿，在师父眼里我真的如此不堪吗？婴儿，我们就这么放过这小子了？这可不行，今晚来了就这么空手而归，这可不是我的风格。婴儿，既然你喜欢这小子，那先把他的孩子怀上，要是他不认账，那就宰了他。当年我就是这么对付你老爹的，之前你老爹也是到处招蜂引蝶，还不是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可惜那家伙命薄，死在妖神宗的人手里，现在正好老娘在这里可以手把手教你。这个女人脑子怎么长的？有这么教女儿的吗？母亲，你做什么呀？婴儿，男人都是贱骨头，这个你必须听我的。我跟他之间是我们自己的事，不要你管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。聂离，今天就先放过你，以后要是被我知道你欺负龙语音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怎么还没被教训够？阿姨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毕竟平时也没机会见到您。说吧。
说吧。我不是为了给自己上位铺路而刻意接近他们。师父肯定不会利用我的，若是刻意接近我，也不会在林眼前跟我那般对抗了。哦，我还看错你了。那你究竟是什么目的？想必阿姨也看出来了，与神宗内部派系林立，争斗日趋激烈，很多人身在其中，想要改变却有心无力。像天元神尊干脆退隐，不问宗内之事。我敢断言，如此以往，200年内与神宗必然分裂。你继续说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虽然知道与神宗内有各种问题，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依然你争我夺。长此以往，与神宗的衰弱那是必然的事情。百年之前，与神宗还在六大神宗排名前三，而现在已是最末之流。就连司徒宗主有心想要改变现状，也因为三大世家各怀心思而无能为力。毕竟三大世家的权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凌驾于与神宗之上。哼，那你的意思就凭你一人之力就能有所改变不成？做了总比不做好。虽然以我一人之力无法改变什么，但我碰到了顾贝、李行云还有龙语音，我觉得他们的天赋也都不差，而且是值得信赖的人。让他们掌控了三大世家，可以预见与神宗必然前途暗淡。但是如果让龙语音他们成为家主，恐怕又是一番面貌。虽然以我一人之力很难做到，但我愿意用尽一切力量帮助顾贝、龙语音和李行云上位，不为我自己，只为了百年之后与神宗还能成为我们的庇护之所。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？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可能难度非常大，我希望不管怎么样，阿姨能够站在我这边，帮我也就等于帮了龙语音。哼，那得看我心情了。不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可以让燕儿转告我，我到时候考虑考虑。多谢阿姨，有一个龙道境九重的强者帮忙，那很多事情都好办多了。念离小子，你当真不娶我女儿？你们若是成亲，作为丈母娘，我哪儿还有不帮你的道理？到时候婴儿上位了，我们也会全力帮你登上与神宗宗主之位。不然，你就不怕把婴儿推上位了，自己却什么好处都没落着？母亲，像龙语音这么好的姑娘，天下哪有男人不动心？但是把婚娶之事跟一己私利扯上关系，我觉得这对龙语音姑娘是一种侮辱。我聂离又岂是那种龌龊之徒？这家伙先娶了婴儿，绝对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，可是无论我怎么劝说就是不应。难道这世上还真有帮助别人不求回报的人？不管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，你说服我了，以后你要做的事情但凡是对我女儿有利的，我鼎力相助便是。可笑我从小生长在雨神宗，因为一些烦恼之事便心灰意冷，避世修行，倒不如一个少年看得透彻。龙语音、顾贝、李行云确实是后辈之中的佼佼者，而且品性方面也是不错，加上最近这段时间崛起的天才很多，雨神宗说不定能够重塑辉煌。既然你有心做这样的事情，那接下来我也助你一臂之力吧。心诚则灵，不知道聂离的诚心能不能感动另外四位。天灵院可是与神宗的重中之重，所有天才后辈都聚集在这里，一个龙道境九重的强者出现在这里，我想几大巨头应该会察觉到吧。不过也不能总指望别人，还是赶紧把命魂去寄放了吧。幸亏今晚龙书云不是真的来杀我的。哼，这无厌尊者已经完全不要脸了，难保他会不会再派人来家里刺杀我。狡兔也有三窟，我得多准备些藏身地。反正灵石够多，去天灵院多买十几栋别院吧，别再让人这么轻易找到了。
这小子一大早就给我甩脸子，自从被他撞见我给龙语音扎针后，就对我态度很差，再加上那晚的事情。龌龊，最近一段时间有和贵帮忙，我们猎杀了顾恒三次。顾恒那小子有天星境的修为，身死之后差不多五天可以恢复命魂，现在估计又活蹦乱跳了。跟你们没完。杀了他三次啊。是啊，他的修为应该也只有天星三重了，而且在我们的造谣下他已经开始怀疑禅月了。哎，聂离，既然你已经恢复命魂了，那咱们就去收了顾恒的神池吧。命魂我已经寄存好了，最近妖芒发展的怎么样？你在东院比试之后，我们就借着你的名开始宣传了，之后来投靠我们的人络绎不绝，还有不少是天星甚至天转境的，目前妖魔的人数已经突破到了6000多人了。这么短的时间就招募到了这么多人，实力都能和天星们并驾齐驱了，妖魔扩张的真是厉害。此外，龙语音建立的玄阴盟更是强大，刚刚成立便有数百个天转境强者加入，甚至还得到了几个龙道境长老的支持。而私下里，玄阴盟已经与我们天行盟和妖盟结盟，谁又能想到三大世家的继承人竟然联合到了一起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，难以想象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。聂离简直完成了宗主都做不到的事情。哼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出发吧。现在我们和顾恒手下的势力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顾恒简直是不计后果的疯狂围攻天行盟和妖盟，在我们的反击下，顾恒的损失要比我们大得多，但是他们忽然多了200多个天转境的高手。200多天转境？不错，之后我们只好避其锋，小心行事了。真搞不明白这些高手是从哪儿来的。都到齐了吗？清点了一下，3000多人差不多都到了，天转境有56个。差不多可以动手了。那好，出发。上！那里怎么有这么多人啊？是妖盟的人，还有天星盟。什么？挡住天转境的！快跑，快跑！去通报顾恒老大！虽然不知道聂离在干什么，但是可以弄出很多灵石。如何，聂离？黑云神池的守卫都被我们搞定了。我也搞定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快去下一个神池吧。情况不太对，雷霆神池
怎么这么多人？顾恒也不是傻子，看来在驰援古玉神池的时候也派人来雷霆神池了。我们没必要进行无谓的战斗，你们护送我到神池就行。天行盟听命，妖盟所有人听命，护送聂离兄冲进去。护送老大冲进去。我们快撑不住了，聂离，他们有300多个天转境的。阵被破了，他们攻进神池了，保护聂离。聂离，可恶，快拦住他们！聂离，我被龙炎击中，已经难以治疗了，你干脆了结我吧，让我直接回魂殿复活好了。我的错，当时应该给你也准备一套宝器的。怎么样，看到我的能力了吧？而且我用天道之力渗透进你的身体，把内部的灼伤也治愈了。我明白，接下来就是背面了。要么是他自身的修为达到武宗级别，要么是他为人父的时候。啊！为了对抗圣地，数百万年来无数强者陨落，时至今日只留下了一种手段能够稍微制衡圣地，那便是集合了无数大能创造的天神祖地。是妖族的强者，他们至少是天转境的，一旦靠近到我们三丈内，很可能识破我们的隐匿。不知名的物件是什么东西啊？反正你们两个也才天命，就给你们见识见识。就是这个。好了，乌鸦子，你是兔子族的？我可是神血妖离一族的，祖上是天脉传承太古血脉，你懂吗？竟然是天脉传承的神血妖离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别，你还是继续找吧，只要能找到入口就行，那帮人类赶走就行。要是他们不识相，那就动手，反正是一群人族而已，也不怕得罪他们。哦，好，那走吧。